哦，靠背哦，重换了，妈妈乐嘞！要打前面还是后面？还是绕杆？是左边这个石头有可能会有四颗头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给上人，给上人。我被第三队抽了，靠北哦！哦，怎么那么空啊？怎么这看人感觉一身凉意？他们那里队怎么过去的？我们下次也这样搞。不知道哎，他们怎么出去那么快？哎，我卡了。他们那里到底怎么去的？不知道，你叫他教教你呗。干嘞，趁我没枪了啊！你枪掉下来。你掉什么枪？我不想用这把了。这把我刚完全没办法，我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刚玩什么？忘记。大波头啊！对吗？消音器。步枪就要配步枪啊，还有什么步枪可以配？刘承安就是要配棒。好啦，我配不上也不错啦。我勉强将就一下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！那膝盖都是脓。为什么膝盖会流出一堆黄黄的组织液啊？好恶心哦！你拿膝盖去顶谁？没有啊，滑倒，我上白痴，滑倒。哎呦，哎呀，怎么是流汁出来？好恶心哦，还黏黏的。哟，好恶哦！哎，好恶心哦！不要了。为什么滑倒会变这样？这么严重？这么严重？他是发炎了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去擦药？不用吧。发炎？比如你要不会吧？不然不会流东西出来。没事，再等几天。我最喜欢搓了。尿，尿皮。尿皮。有人带带我吗？队长。哦，没打出去。快啊！有人能带带我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并且装备都没有，并且还是小学生，请不要嫌弃，谢谢。你他妈是乞丐啊！这哪是乞丐啊？干小学生就可以当乞丐？五六了不起哦，我有七八，看有没有进来。没有，又带。有人能带带我吗？我陈德兴。